是一个难得合体的感觉啊，很久没看到四个人一起了耶。对啊，我都觉得我们好像要组一个团体，因为大家好像都还蛮期待的。你有没有很期待？有啊。所以其实很开心，因为上一次几次的跟顽童合作，然后这一次呢又有这个完美世界 M 的这个代言，会不会考虑真的组一个限定团体？对啊，会不会？可是我们都已经要啊，对，真的解散，真的解散。我们都一直没有办法表现我们的态度，就是拍拍屁股走掉的感觉。怎么办呢？你不要给他们压力，叫他们不要解散啊！三个怎么可以散？对不对？就想说，我们是没有解散，不是想单飞不解散？哦，对对对，单飞了，单飞，对，单飞也不错啊。然后去年都没有推作品，就是金曲奖没有嘛，那之后会不会再推更多作品来拼金曲奖？拼金曲奖不会这样想，但是如果有好的灵感，然后有好的歌，当然一定会做专辑的。那金曲奖是每年一个很大的盛事，所以我觉得有没有入围或得不得奖都当成是一个很好的 party 在。那这次有蛮多的好朋友入围，特别看好谁，是帮谁助力？我知道你们会问这个，我觉得都是好朋友，所以就像我说的，谁得奖，我们都很开心，而且都会去 party， 所以就是看那一天谁的运气就在谁身上。对，你有比较看好的吗？没有比较看好，都很好，大家都是朋友，大家都会得奖。对自己有信心吗？这次？对什么？这次啊，这次不是有入围吗？对啊。啊？有信心吗？你没有入围啊？我没有入围啊。有啊，有啊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希望顽童可以得奖。就顺其自然，对，顺其自然。